听到吗？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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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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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听唔听到 ？Over over， Roger， 听到未？冇 RF 五啊，信我，我又生平。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我真系半次都未呃过你，睇到未啊？听唔听到？听到嘛？各位，哇！你有冇觉得冇上冇睇一日特别画面都清咗？二一三零冒号一八零，系亚空间啲啊，系第二个空间嗰个时数，一定系准时嘅，睇到未？冇直播一日之后啲画面都会清咗，你有冇留意到啊？你有冇觉得啊？好似好省嘅喎，拎立立咁样喎，吓嗰个鬼婆俾一日鬼婆休息佢啊，服务得好啲，真系清咗喎。讲真，令到我画面眼前一亮亮晶晶，吓、啊、真系冇呃你，唔知点解冇得教捞而家，一定系高清啊！有兩有 source 同埋 low 啊嘛，好似兩個，但好似係咪冇 high， 即係有兩，以前有三個喎，而家得翻兩個揀嘅喎嚇，係、啊、嘛？有冇信唔信先？而家各位把聲唔同咗啊！好信唔信？信啊，信 OK， 梗係最好啊！又清又顺就最 happy 啦。好，咁首先讲讲咧，就有冇睇嗰个吓、啊、中水云霄？大家有冇睇嗰个中水云霄大结局？我平时开台跟住都好少睇嘅，即系间唔时就喺公司见到嗰啲女同事佢哋食饭咧先睇啊，或者点，我就喺隔篱喺度一齐同佢睇咯，陪佢喺嗰个公司啊睇埋 TV， 跟住今次就完完整整咁睇一集。大结局一睇就嚟睇啊！就是、因为平时我啊开台噶啦，嗰、那个时间我啊冇咩点睇，但系都知道若望了解到嗰啲人物性格咯。嗰、那个张智霖一定系扮嗰啲花花公子嗰啲咁样嘛，跟住就阿吴镇宇就系嗰啲好古老石山咯，好咩公私分明嗰啲嘛，佢系咁样嘛，佢成日讲嘛，阿吴卓羲喺度讲佢嘛。啊喂，你有冇留意到吴卓羲个头都系拧立立嘅喎？嗰套戏入边吓，你会见到啊？唔着起都系用嗰啲 gel 咧 ，gel 个头好省到立立令噶，即系个个啊吴镇宇都好似用头嚟嘅，都唔系特别令嘅，系得唔着起一个头系令嘅，特别型棍子，你有睇到？但系点睇？但系唔着起好似冇咩气氛喎，吓你我想问咧，佢咪成日无线咧，咪喺度搞嗰啲咩大家一齐睇嗰啲咩大结局？你哋有冇去过啊？喺澳海城嗰啲搞嘛，成日都上剂就喺今次呢个冲上云霄就喺嗰咩新都城嘛，将军澳啊，你有去过啊？有咩点解去？你觉得喺出面好睇啲定点样啊？同几万人逼，跟住睇嗰个细即系啊电视，平时喺屋企就系想舒舒服服咩安坐家中睇电视呢啊？但得嗰个去到嗰个咪好远咯，你睇个 mon。啊！你唔会觉得好辛苦定点样？佢系咪会有？我记得以前咩《溏心风暴》咧，会请你食饭嘅咯。我就系想知道有冇人觉得嗰个中上云霄有冇人请你食嘢啊？定点样嘅吓？请食飞机餐啊？系咪啊？有得饮红酒嗰啲定点样？诶、啊，呢、這个就无线就唔醒目啦，佢又冇提供啲膳食嗰啲俾我就，佢成个开头嗰啲就咩准备好纸巾啊，咩旅程，咩两个钟后着陆嘛，佢话呢个故事，哦、我俾得靓噶啦，定机啊，诶点啊出翻你想顶啦，仲有机会，嚼落去唔嚼住个蜡再吸落嚟射啦，可惜啊俾人拦到，啊佢就喺度讲咯，佢成个一开头就俾你入戏嘛，就话啊、哦、我哋吓成个机长啊咩成个。即系人员班底咧为你服务点点点啊嘛，跟住话咩全部用晒嗰啲飞机术语啊，诸如此类啊。但系你入去咧就冇飞机餐食嘅，又冇
系嘛，冇嗰啲飞机享受，俾啲枕头啊嗰啲咁样嘛，应该系嘛，应该有啲空姐咁样走嚟走去，哦，你需要啲咩啊咁样啊嘛，咁先有噱头啊嘛，系嘛，叫翻嗰啲胡定欣真系喺嗰度切枪咁转咧，你可以叫啊，喂，胡定欣整个杯面嚟录下啲飞机啊咁样嘛，肚饿你都食杯面啊，啊？准备好纸巾系啊！佢话咩？准备好纸巾，惊你咩不时之需，唔好谂错其他嘢，惊你喊定乜鬼嘢嘛？佢咩准备好？边有个啊？啊边个系边位兄弟讲咩？准备好纸巾，即刻笑我黐线啊！二十五分钟啊，跟住呢啲好靓嘅啊，攻门咧就成功个波啦啊！即刻乘机买埋飞机餐，顺便赚钱啊嘛！傻猪无知系嘛？有个有个乜鬼嘢系嘛？叫阿胡定欣，仲有边个系做空姐？朱晨丽嗰啲啊嘛，仲有嗰个乜鬼嘢啊？沈大师定乜鬼嘢又系做空姐啊嘛？啊，咁啊，讲翻个剧情先。啊，讲翻剧情先，你有冇觉得个大结局嗰个剧情系有少少问题？我先讲几个先，好吧？你有冇见过即系、啊、大佬可以监考细佬嘅？你有冇见过可以咁样？即系例如话考公务员或者你建工啊，跟大佬一路话建细佬工嘅，啊你入嚟啦，跟住细佬你嚟建工啊，哦得啦，出翻去啦，你已经成功烟咗，吓、啊、会有啊利益冲突噶嘛？黐孖筋唔系咁样嘅咩？啊？Why not 黐线咋？啊，咁咪自己嗰个打龙通咯，可以。喂，你系大佬正路都想细佬合格啦，系嘛？飞机师啊嘛嘛，边有可以咁容易？正常嘅避嫌噶嘛，即系就算你嗰个人系几公正，好似嗰啲政府官员嗰啲咩买地嗰啲，可能啊，帮你啦吓，依家借啲耳啦，系嘛？佢哋成日都系咁讲，我唔记得咗，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啊，但系你哋一样话喂。唔系路喎、啊，你要利益申报定乜鬼嘢啊嘛？搞定一大堆程序啊嘛，边度可以咁样系嘛？好少可嘅，大佬嗰个监考嗰啲啱唔啱啊？咩香港系咁嘅咧？咩意思啊？香港人有特权啊，带晒啊，而家好危险啊！大佬飞机掌管住几百人性命，你点可以咁样咁儿戏嗰个考试啱唔啱？实俾人投诉啦！你系其他飞机，你试下你系其他机师，你锯唔锯？你话喂，点解你啊咁好啊？啊大佬，即系你大佬帮你加跑实得啦，啊实心一定系唔锯啊，系嘛？即刻 port 佢两条友都即刻钉牌，话俾你听，唔系张智霖钉牌啊，嗰阿吴镇宇同埋阿吴卓羲即刻钉牌，系嘛？就算俾真系俾佢监考，都要好多程序啊！即系一定系要申请话，我好想亲自监考，你咩交代翻啲情节咋？唔阵如果真系求你，我好严正嘅，好想公正严明嘅，点点点点点交代翻啊嘛，系嘛？一定啊！你相信我啊，个老细咩阿 King 系嘛？你要俾我考佢，系嘛？佢咁讲啱唔啱？呢个系第一个，我觉得系黐孖筋嘅地方。第二个黐孖筋嘅地方就系咩？张智霖无啦啦走去揸战机啊！佢最尾吓，你点睇啊？嗰、那个佢我冇睇之前嗰啲，我想知嗰个民航机系好易绝，佢系帮边个国家打仗？我想知啊，解放军定点样啊？佢加入咗解放军定边度？最尾变超人 Top Gun 守护天使等佢兵。EDF 有啲人就话地球防卫队吓，你唔知道即系香港断股啊，冇可能噶啦，点会有香港边有空军啊？香港有空军啊，大件事啊，即刻呢套剧要 ban 噶啦，立即要唔可以边度都播唔到啊！政治不正确，喂，香港点会有空军啊？吓、啊，出外人寻觅嘅，我就系一路喺度谂紧，究竟佢帮边个地区嗰、那个打仗啊？边个地方肯收佢做空军？啊！一民航機正路都係唔同玩法啦，係嘛？即係正常嘅情況下都好少係嘛？接受嗰個民航機轉做嗰個空軍機師。好嚟啦！你點睇？哦，吸過嚟。
似靓冇惨，你会发现而家好流行嗰啲靓仔当兵嘅啲故事啊！嗰阵时我之前喺度讲话，点解嗰啲咩木村啊定咩都当兵嘅，似靓又喺度当兵，佢最后就冇女，佢咩一个人最快乐啊嘛，佢系咁讲，系嘛？好嚟啦，佢本身系空军，好。俾落去，你话黐咧本身系嗰个空军，跟住佢系转，佢系由空军转去揸民航机，然后再转翻去揸空军系嘛？你意思系咁样？佢之前有交代到，好，好嚟啦，俾上去，好惨啊！而家好流行，一成将嗰啲靓仔啊或者咩嗰啲剧情就一定系压落去。逼佢当兵定点？哇！呢下真系靓啊，仲未抵嘅弹入，59分钟，轻松松。佢现实一世当兵，佢当完啊陈法拉只兵，而家就真系走去名副其实去当兵咯，做空军啦，啊！心灰意冷之下就会咁样，啊！好嚟啦，对面，小心啊，轻松松啊，暂时而家都。冇打一日之后，大家都养精蓄锐嘅，完全嗰个能力咧翻晒嚟，系嘛？你讲一点？你中唔中意呢个结局？最后咧系啊，仲有你有冇留意到咧？中上云霄咧嚟嚟去去嗰啲，成日都系嗰啲咩气流啊，嗰啲次次挤挤都系咁样，嗰啲剧情吓、啊，即系嗰啲飞机即系想整镬大镬嘢就是但啦，咩整个气流定咩遇到气流？啊、第一集已经是咁样噶啦，我好记得有啊，人哋嗰个 good luck 又系咁啊，最后一集就整个咩气流有事，咩有个台风啊定咩啊，吓、啊、不寻常个状态，挤挤都系咁。我谂咧佢呢个冲上云霄二有几多集啊？肯定系次次发生咩事就系啲气流，跟住嗰个佢就阿吴卓羲就考嗰个又系咩有台风定乜鬼嘢啊嘛，系嘛？跟住嗰个阿吴镇宇咧就系、是。陈法拉嗰镬咧就系乜鬼嘢啊？咩机翼有事定乜鬼嘢嘛？修理唔好定点样？唉，断咗。玩劫机好唔好？点解冇恐怖分子？系咯，有啲兄弟都系咁讲。啱啦，你整啲有趣啲嗰啲啊嘛，整下啲咩恐怖分子劫机啊，都过瘾啲啊！啊，次次都系嗰啲，次次都系嗰啲气流，你唔闷啊？我都闷啊！讲真，次次一讲真飞机就系气流。咩遇到氣流啦，跟住就咩派紙仔呀、啊、跟住有啲人喺度安撫佢，嗰啲空姐就咩俾啲白紙，唔使驚呀。之前我記得上集就係咁，我哋有個咩好專業嘅咩團隊定咩，我哋信賴嗰個機師啦，咁樣係咪？吳鎮宇講嗰啲英文呀、啊佢就会讲一堆英文，唔知咩台风嗰啲咩，讲一堆嗰啲术语啊、成啊嗰啲。次次叫劫机又系无线电影，好似有一套系啊，咩郑子成咁啊，有一套啊喺度郑子成喺度玩传波波啊嘛，之前有一套单元剧噶啦，劫机系唯一一次啊。但佢好少劫机，总之挤挤都系有咩遇到气流咯。我就系知道，梗系摇晃。哇，系啊！你睇翻嗰个大结局嗰个陈法拉嗰场戏咧，嗰啲咖啡咧，嗰啲老林咧，嗰啲乘客嗰啲气咧，跨到黐孖筋，劲假。有啲人喺度 post 咗出嚟啊嘛，有啲喺度过，已经好惊慌咁样喺度拧晒头啊，嗰啲咁样啊嘛，喺度做嗰啲老火嗰啲嘢嘛，好搞笑。你有冇睇过？好过啊，好过瘾！嗰个大结局嗰咧就系有少少问题喺度啦，我就觉得系咁样。成套剧我本身期待嘅大结局系有唔系一单系超大型嘅唔知咩重要事件咁样嘛，但系佢而家变咗系嗰个变咗就系一单就咩喇叭咩，好似嗰、那个啊《盗墓者罗兰》嗰啲咁样嘛，咩夜马台有啲咩台风定点，跟住另一剂就系嗰啲飞机有问题。啊，两个其实差唔多，个性质又系差唔多咁样啊，咩降落啊，要点样啊，被逼降落啊，成次次都系咁样，欠咗啲新意。讲真，如果冲上云霄三，你哋会点样射？啊，我哋又嚟，我哋讲完，我话俾你听啊，即刻成扎 TVB 喺度听紧啊，你有咩意见即刻讲啦。
啊，佢哋真係立即跟住你哋嗰口味嚟調節。好嚟啦，靚呀，講大俠想過，可惜啊，俾人鬧一鬧到。哎呀，揾阿叔演嘅啦，我覺得第三集係一定係必須阿叔同吳鎮宇又要有一個對手戲嘅，啊！第三集就係咁嘅，由於嗰個發生嗰唔知咩特別嗰啲事件啊，吳鎮宇同埋阿叔都變咗去空軍機師啊，同阿張智霖三個就又調咗去法國嗰啲咩僱傭兵就去揸戰機嘅啦，跟住就會一齊過翻啲往事，出生入死喺度揸戰機喺度打。佢劇情有少少類似《自居八十八》嗰啲咁樣，為咗揾一啖食力，點樣保家衛國？因為某啲原因被迫簽下賣身契，係嘛？之後就去咗法國嗰個唔知咩，做當僱傭兵，做空軍機師。之後我哋三個就係各自都係王牌 A 市嗰啲啊機師嚟嘅。啊！每人擊落數係二三百架敵軍嗰啲飛機，啊！之後就開始有啲生疏，哎呀，性格各有唔同嘅。我就係嗰啲冷靜型、智勇兼備嘅，跟住吳鎮宇就係啲躁狂暴走型嗰啲粗豪機嗰啲啊，佢靚軍嗰啲，你夠膽殺我嗰啲咁樣，嗰啲樣嗰啲咧，碌大隻眼嗰啲。之後張智霖就係嗰啲好輕跳啊，玩下咁樣，喺度呼，好似花靚仔，好似 Devil May Cry 嗰種。第三集嗰個但丁嗰種啊，嗰種風格，達叔就係唯一一個老將嗰啲啊，好冷淡嗰啲。我話你啊，完全係就喺度指揮佢哋兩個，一路擔氣佢哋，教佢哋點樣揸戰機。因為我係最戰場嘅經驗最多啊，佢哋就係嗰啲民航機啊揸得多，但機啊戰鬥咧，那個經驗咧就唔係太多。兵法嗰啲又讀得唔多，成日讀嗰啲翻位書啊，冇讀嗰啲中國文化。哎呀，爭少少成到啊嘛～啊！睇下点睇，我咁诶，应该 O K。嗰个剧情就大家就会觉得耳目一新，就真系话好啱喎。我话真系拼翻冲上云霄啊，配翻会用翻第二集嘅林子祥嗰首歌，因为你哋话唔夹第一首，即系佢话而家啲中产啊定点啊，懒系 high class 嗰啲啊嘛，咁而家就唔使啦，用翻呢个就浴血战场嘅 O K 嘅，咁、OK、样就可以沿用翻。好，斩咗过嚟，啊！你有咩提议？加入咩角色？要加一定系嘅，无线一定要必须加啲女性角色嘅，要有啲女嘅战士定点样？三角恋，佢有一个可能要四角啦，即系要有整一个超靓嘅女喺度周旋喺我吴镇宇同埋阿张智霖三个，呢啲想俾落去靓波啊，郭大侠，我识噶，咩啊？一定要咁样，周旋于佢啊！有个女仔就从军啊，好似嗰啲咩，好似嗰个咩何连希咁样，就憧憬咗呢个，哎呀，想揸战斗机，觉得好刺激佢啊咁样，嗰个何连地咩，觉得打仗好刺激啊，好 high 啊咁样。今日我哋三个其实，今日我哋三个对战争嘅睇法各有不同啊。阿叔就觉得一路反战嘅，吴镇宇就可能系为咗逃避某啲原因啊，张智霖就系觉得又系嗰啲好玩啊，定点样啊，性啊咁样。跟住嗰个好似有一个新嘅女角，揾边个演好？大家有个人选未？啊，好俾落去，笑阴阴黐线，好你老人家唔可以乱咁揸战机，你边个好易啲？你揸战机咧，有时急速升上天嗰啲爆血管啊，你知唔知啊？眼睛嗰啲眼球会充血红晒嘅，啊！黐孖筋 ，GBP 可以嘅，有一个日系嘅女性可以加入跨台合作嘅，第一次 DB 同嗰个噶、啊、可以叫埋木村嗰啲一齐咯，佢话木村 good luck 都系揸揸下文学机，大家都因为因缘际会都被逼去卖咗去，俾恐怖分子拉咗去法国嗰啲当雇佣兵定点样，系嘛？跟住就有 GBB 就周旋喺一众男仔个，觉得个个王牌机师都有个魅力喺度，一路想明白点解男仔会打仗啊，定点个意义喺边咧？情归何处咧？之后个个人就系咁样，每个人就喺挂住喺个战斗中啊，争取表现啊，成点啊，系嘛？跟住有啲就因为挂住争取表现，谂住杀多啲人，跟住结果被击落死亡啊，诸如此类，啊！但就唔出咗呢套劇，就會帶出咗好多嘅人生觀啊、戰爭觀啊，有悲有喜，亦都有 TVB 必須嘅三四角戀啊！啊，好啦，好完美啊！
所有你唔会见到有空战嘅场面嘅，你空战场面就会见到我哋而家出发，出发之前叽哩咕噜一大堆，之后就黑下一个画面黑色画面，之后就翻嚟啦，就会整到啲好沉痛，有人已经挂咗，因为冇成本拍，你唔使只会，你唔使只会有嗰啲 CG 见到嗰啲招招招爆爆爆，唔会嘅，啊可以或者可能有啊买。買個版權咯，買嗰啲 Ace Combat 嗰啲版權咧，咁樣錄一段嗰啲戰鬥畫面，跟住喺度插嚟插去嗰啲飛機嗰啲畫面咧，1942咁樣就係呢只佢有個戰隊聲，呢只代表陣雨啊戰機，好靚嘅。唉，呢只佢1945嗰啲一路飛上去嗰啲，你細個冇玩過啲街機或者橫向嗰啲沙羅曼城，佢就戰隊呢只酷狐，呢只是這是陣雨的戰機，這是達叔。张智霖的战机，即系整五秒，跟住打大佬，砰砰，跟住爆炸，跟住又哦翻嚟啦，我话成功啦咁样，表达到，但系点睇？一定系咁啊，一冇成本拍嘅，唔会整嗰啲 CG， 你发梦啦，掉落去靓波啊！咩啊？系可以打埋外星，最后就发现咗外星人侵略地球嘅，即系我哋会变咗用个 out type 嗰个，用个 out type 嗰个刺激画面，就系第最后一集大结局，外星人打地球啦，跟住就要用 out type 嗰个画面，就全部刺激出晒嚟，冲头而出啊，作出最后决战，赢咗嗰个就可以得到个女主角嗰、那个。啊！好，得少少难度啊！呢套嘢一定爆收视，我啲史作讲破天荒，你唔睇我哋我啊吴镇宇啊嗰啲，你都要睇啊！哇 ！TVB 播1945就自己画面唔系啊嘛，你即刻咁样，即刻觉得好怀念，你就系播咗几格，睇下佢哋点玩，个导演要点样安排呢只战机点样喐动，代表啲咩？跟住好似嗰啲李安嗰啲咧，嗰啲戏咧，咪有啲密码栏，你见唔见到呢只战机系用咩颜色代表啲咩？啊哈！佢咁样个步伐啊写啊吓，系代表呢个人咧咩心入边好澎湃啊，嗰啲走法系点点点点点啊！可以用中国空军演习嗰啲画面，梗系唔得啦，用解放军哇！可大可小啊，系嘛，大佬，系嘛，你乱咁讲一阵话咩？哎呀，解放军中枪，跟住即刻第二日收到电话个 cut 台，呢套剧要斩啊！你话解放军飞机中枪，开玩笑，我哋解放军喺党嘅伟大领导下会中枪啊！你真系白痴啊！咁讲，我哋个个都一等一革命红色先锋嘅革命，点会中枪啊？有个伟大个。部主席个英明照料下，点会可能中枪、啊、所以你唔得嘅，一定唔可以攞咩解放军嗰啲咩空军演习嗰啲片系唔得嘅，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我哋只能够买日本仔嗰啲 out type 啊沙罗曼蛇等等，哎呀争少少顶落去啊，几好咯，我觉得咁样发展都几好，几好啊。跟住你有冇睇嗰个？哎呀，有冇睇嗰个《情敌三世缘》啊？啊系，仲有一样嘢，你有冇睇到陈法拉咧？寻日喺嗰个奥海城嗰度冇企中间啊，系胡杏儿企中间，明明胡杏儿都冇咩戏份啊嘛。跟住唔知啊，嗰啲排位肯定有啲龙溜嘢系嘛？正常嘅，点解主角啊？主角陈法拉一定系企嗰个位系企中间嘛？我记得一开头明明系阿胡杏儿企喺嗰度嘅，霸咗啲位啊！我记得佢下神咧讲嘢嘛，攞住支咪定点啊？系后尾结局先至俾翻阿法拉企翻出去，哎呀俾人困一困，系咪得罪咗边个？之前有讲过啊嘛，好似话法拉唔知点样得罪咗，你唔记得呢套嘢好多人都弹啊法拉定点样嘛？好似啊？吴镇宇都冇去到，你点睇？点解吴镇宇唔肯去嗰啲奥海城啊？唔肯去嗰个新都城中心陪大家陪啲观众一齐睇，一定有啲原因嘅。我相信你咁聪明都估到噶啦，系嘛？个原因系咩啊？知唔知啊？过嚟，吸过嚟。马明都冇去，马明话咩唔喺香港嘛？马明
親生仔正路就肯定要去嘅，但係點解嚇？但係你吳鎮宇唔去，一定有個原因㗎嘛，啊？有人已經好聰明啦，好多人已經估到啦，嚇、啊！掛住打丁嗰啲冇可能啦，吳鎮宇點會做呢啲咁嘅靚軍？點會做呢啲咁嘅嘢？啊！頂落去，分都結埋啦，仲打丁千把斤。啊、好，哎呀，争少少过到落去嘅。跟住你有冇睇《情义三世缘》？今日又系嗰个咩阿颜咪喺度跳舞嘅，阿方就喺度跳芭蕾舞咁样嘛。即系阿颜就唔知跳嗰啲叫咩西班牙啲舞咁样啦。咩叮当码头？之后最后就嗰、那个系嘛？最后就要跳嗰啲咩连灯步定乜鬼嘢？即系要咬腰咧，整条。整條線咁樣係嘛，跟住就要咬腰咁樣過去，睇下邊個可以咬腰咬低啲咁樣嘛，係嘛？以前歡樂今宵成日有啲遊戲嘛，80年代成日玩呢個嘛。之後阿顏由於頭頂係有扎花，即係遮住佢個啦嘛。嗰、那個黃子文啊，從龍子黃子文就要有扎啦嘛，即係要攞對花遮住。即係由於玩呢個遊戲咧，就唔小心俾條線咧。就刮鬼咗个花跌咗落嚟，之后就俾人见到佢得啦嘛，即系佢喺度尖叫癫咗喺度狂嗌嘛，你睇到嗰度，你会觉得嗰个阿颜系精神有问题就系、是，啊有乜理由自己明知有得啦，你醒水啦系嘛，梳好深就梳啲发型，梳啲留音嗰啲，有刘海啊嘛，遮鬼住嘛，你黐笪花冇问题嘅，但系正路你都系有少少刘海，你都惊穿定点样啊，系嘛？整个齐音头，跟住冇事，系嘛？点会咁搏命？好，红一红，再过嚟，哎呀，系嘛？佢学达叔，佢学达叔有我咁醒啊，好啦，啊就唔使咁样。好，啱啱有人讲嗰单有趣新闻，我都正想讲嘅，就话咩？话说咧，星期六日咧就有个 Facebook 咧，就话有位人咧就话。在球场上的，他说什么在球场上撞到杜德伟，他是这样说，谁知道喊极杜德伟都不认他，然后我看下去，杜德伟是这样的，我就想啊，奇怪啦，然后我就看张相，那个哪是杜德伟呢？那个人原来呢就是许志安来的，是吧？跟着那些人就心想就说，你痴线的，你是这样喊，人家明明许志安，你是这样喊杜德伟，怎么认你？他就说话咩？嗰、那个 Facebook 嗰个照片啊，嗰、那个 post 就话咩？喺球场上撞到杜德伟，可惜佢都唔理人嘅，嗌极佢都唔认，系嘛？净系喺度狂讲，系嘛？佢又喺度咁样，跟住广疯传啊！呢张图，好多人都知道。好，啲点啊？我想知道杜德伟同许志安有冇回应到呢个 post， 我想知道吓。你有冇人即刻走去？肯定高登嗰啲肯定会嘅，即刻搞事嘅啲个人百厌咧，即刻贴落去。你点大咁样喺度啊？我杜德伟，因为话你球场唔应人，你点大之后就即刻 post 个幅图落去，有冇？你有冇咁做？有冇顽皮嘅坏孩子系有咁样做到啊？两个都有认，点认？好，俾落去。点型啊？杜德伟嗰啲点讲？杜德伟无豪，我系许志安都唔认佢，佢系咁讲。啊，咁啊，许志安点型？好呢啲，最后时段啦，站喺远处嘅位置想撞落去啊！许志安第二日啊，喺亲自喺微博回应。他就说了，你叫我杜先生怎答你啊？啊，今天杜德伟昨日亦在微博上，大佬，我是许志安，我都不睬你啦，啊，这个就是闹成一个笑话。但是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像不像啊？说真的，啊，眼就都是细，但是都未至于说像样，是吧？因为啊，许志安的个块面是长一点嘛，哎呀，顶下去，是吧？好。红一红，再比上去90分钟噶啦，郭德合，最后保时状态睇下有冇机会，个球啦，中间位置呢啲嘢想顶噶啦，可惜攞唔到，想扇过嚟阴公猪啊，好再嚟，
最后噶啦，郭达，哎呀，箍唔到波啊！对面想反攻啦，大镬啦！系点啊？好嚟啦，零波啊！哎呀，点解咁样啊？以为有机会反攻啊？达叔系输紧黐线零比零噶喎，吓边有输和波？讲起足球咧，你有冇睇个新闻啊？讲咩国际赛咩入球比率啊？陈少琪系世界第八。